我不顾家人的反对，放弃心仪的工作，跟着女友回老家发展。当他事业发展越来越顺利时，可对我的感情也转移到了其他男人身上，多次被我撞见。在我出车祸打电话给他时，他正和其他男人躺在同一张床上。我下定决心离婚，成全他们。可最后崩溃求复合的，为什么是他？人事部提前几天就发消息，公司会空降一位新领导。听说还是个大美人，这让单身的同事们蠢蠢欲动。周一开例会，看到新领导的瞬间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一旁关系要好的同事林凯推了推我说：“顾哥，看到神仙姐姐眼珠子都要掉了。” 我尴尬的亲咳一声，没说话。林凯继续说：“不知道神仙姐姐结婚了没有？我听说女强人都不稀罕男人的。”我抬头，眼神对上新领导，很快又移开。他怎么会来这里？我打听到他离异又结婚了。果然，事业顺遂，感情就会艰辛。你说他前夫怎么舍得跟他离婚呢？这是有多想不开呀？林凯跟我分享着从人事部打听到的八卦。见我没有多大兴趣，林凯转身和其他同事八卦：“林总是还嘟囔了一句，你小子真是油盐不进，再过几年都要出家了吧？”我的确对这位新领导不感兴趣，因为他是我的前妻，给我戴绿帽的前妻。我和柳如。 烟是大学同学，他来自小县城，用尽了十二分努力才考到大城市，新生军训的时候，我就被这位明媚坚毅的女孩吸引，她热情大方，对待所有事情都积极乐观，因为性格讨喜，外貌姣好。 他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，追他的男生数不胜数。我也成了他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位，但相比于其他男孩的高调追求，我属于暗恋。和他第一次说话是团委组织的暑假去山村支教。作为班长的柳如烟第一时间报名，我的父母都是教师，我从小也渴望成为一名人民教师，自然积极参加。暑假又热，山村又偏远，整个班级只有我们两人报名。柳如烟对我熟悉了几分，支教的过程中，我们相互了解了一些。我还记得那几天，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，柳如烟前几天就有些不舒服，一大早我看到她脸色不对劲，连忙 给他泡了一杯蜂蜜水解暑，担心他出什么事，一整天我都陪在他身边。在上课的时候，他眼睛一闭，直接晕了过去。还好我待在教室里陪着他，看见他中暑晕倒，立马上前将他抱回宿舍。看着他脸蛋红扑扑的，可人模样，我忍不住伸手想要轻轻触碰他的脸，但又觉得不合适，悬着的手又放下。首刚放下，就看到柳如烟睁开眼睛看着我，眼里似乎有失望。那一刻，我不懂他眼神的含义。下一秒，我懂了，他娇嗔道：“你怎么就不能主动点？”我被这话唬住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下一秒，柳如烟主动吻上我的唇，喜欢一个人 就要主动，他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我，笑起来像狡黠的狐狸。我被他的勇敢激励后，也低下头吻上他的唇。我喜欢你，那是我第一次对喜欢的女生表白，很幸运，她也喜欢我。于是我和柳如烟在一起了。她是个很好的女朋友，我们大学在一起三年，本来打算毕业后要一起留在学校所在的城市生活。可她却意外收到了老家一个知名公司的橄榄枝。她向来就是个有主见的人，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一份 offer。 思虑再三，她拉着我的手，问我能不能和她一起回老家。柳如烟的老家是个小县城，还没有通高铁， 要坐20多个小时火车才能到。我父母强烈反对我和他一起回老家，我妈为此甚至和我生了好几次气。我妈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劝我：“儿子啊，人人都想在大城市里打拼，你怎么会想着陪他去小县城里发展？不是妈瞧不起小县城，是那边适合你的工作机会不多，留在这里发展比较好。”但那时的我 太爱柳如烟了，什么话都听不进去。我和我妈说，只要能和她在一起就行了。可是到头来，现实给了我一记耳光。就像是被猪油蒙了心，即便我爸已经说出如果你要是放弃这里的工作，执意和她回去，以后就别再回这个家这种话，我依旧毅然决然。毕业后便追着柳如烟去了她的老家。火车到站后，柳如烟来接我。那是个下雪的晚上，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冲到柳如烟面前，红着眼眶和她说我来了。她也红了眼眶，捧着我的脸胡乱的亲吻。如烟，我为了你放弃了一切，我只有你了。她紧紧的抱着我， 他说：“阿谦，我们结婚，我们一辈子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”于是我和柳如烟结了婚。婚后我在县城一所小学做英语老师，柳如烟则在公司上班。开始的时候确实是甜蜜幸福的，我们像所有新婚小夫妻一样，一起做饭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做家务。我爸妈气得不肯联系我，我总想着等我们放长假了，带着柳如烟回去和爸妈好好说说话，爸妈肯定就气消了。可是柳如烟却越来越忙了，不光平时晚上要加班，甚至周末节假日也要经常加班。我很心疼她，让她不要太拼，她却懒着我说自己 必须努力，我们一定要过得比其他人好。柳如烟的事业很快就进入了飞速上升期，不过两年，她就做到了部门经理。两年里，她喝了无数顿酒，每次醉了吐，都是我在一旁心疼的帮她清理。在她荣升总经理的升迁宴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了魏峰，他西装革履，仪表堂堂，拿着酒杯走到柳如烟面前，绅士的敬酒，说了声恭喜。也许是第六感，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不舒服。那天回家后，我问柳如烟那是谁，柳如烟有些醉，揽着我亲了一口，说魏峰啊，我部门同事。在想追问，他却已经睡着了。可魏峰却不是个普通的同事，他很快就入侵了我和柳如烟的生活。半夜的信息，时不时的电话，
上的古龙香水味，这些很快成了我和柳如烟争吵的原因。我没有办法忍受魏峰过于明显的挑衅，而柳如烟加班的时间也越来越多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我等到11点，他都没有回家。我打车到了他公司门口，却刚好看到台阶上魏峰握着他的手，亲密地抚摸着他的脸。快回去吧。魏峰不舍地看着柳如烟，眼神腻得像可以拉丝，要不然一会儿夺命连环call又来了。柳如烟无奈苦笑，等他睡了我再回去。那一晚我没有忍住，我冲上前推开柳如烟，给了魏峰一拳。柳如烟那晚说什么来着？对，他说顾静谦，你这样就像个莽夫。那晚过后，我和柳如烟的关系降到了冰点，我们一直没有说话。直到半个月后，柳如烟将离婚协议书推到了我面前。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冷漠的模样。他和我说他对魏峰动真心了，他知道出轨不对，但爱情来了他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爱情，我默默地重复着他的话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你和他是爱情，那和我呢？他沉默了很久，只说了一句话，我们离婚吧。我没答应离婚，我不甘心。后来魏峰到学校找我，说要和我聊聊守着份吃不饱饿不死的工作，怪不得如烟看不上。面对我，他一脸不屑，你这么拖着有意思吗？他从手机里调出一段监控视频，顾老师，你说要是你的学生知道你那晚的打人模样会怎么想？如果学校知道了会怎么想？你赶紧离婚吧，柳如烟是我的女人，我们什么都做过了，她现在心里只有我，你又何必自找不痛快？你不离婚的理由是什么？觉得她有钱有事业，可是你什么都没有。他一脸嘲讽地看着我，可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，能配得上他的人是我。我看你们学校女老师也挺多的，你找个二婚的女老师，过点平淡的日子，不也挺好吗？柳如烟的世界，你早就够不上了。那天，他说了很多话，还拿那晚我打他的视频威胁了我，而我一直没有说话。最后他急了，问我到底想要什么，我只说了一句话，你有本事，就让他和我离成婚。之后，柳如烟不再回家，我就一遍一遍打他电话。他拉黑我，我就去公司门口堵他。我就像疯了一样，心中只有一个念想，他们不让我好过，那就谁都别好过。我写了小作文，打成了一张一张 A4 纸，贴在他们公司楼下，发给进出公司的每一个人。他不是要曝光我吗？那我就先曝光他。他以为我很怕失去，可其实我早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。从我为了柳如烟和家中决裂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只有他了。可他却不要我了。魏峰低估了我为了维护这段婚姻的疯狂，他骂我是个疯子。他和柳如烟的事很快就传遍了公司，而公司为了维护形象辞退了他。这件事也传到了柳如烟父母的耳朵。老两口是很传统的人，知道此事后很生气，他们将我和柳如烟叫回家中，当着我的面老丈人打了柳如烟，丈母娘则说如果柳如烟敢离婚他就上吊。最终柳如烟妥协了，他和魏峰分手，回归了家庭。这场三个人的战争我终于赢了。那天晚上我和柳如烟聊了一整晚，我们一起回忆了过去，我给他一页页翻我们过去的照片，说到最后我哭了，柳如烟也哭了。他红着眼向我道了歉，将我重新拥入怀中，说阿谦对不起，我们重新来过吧。我泪止不住的流，也反省了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冲动事。那晚我们相拥而眠，那之后我们度过了两月左右的平静时光。他不再经常加班，我们还是会一起做饭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聊每天的趣事，一起回去看望他爸妈。我们商量着下个月他休假就一起回去看我爸妈，好像一切又回到了从前。直到那天晚上他去洗澡，手机放在桌上一直闪，我没忍住拿起来接了，电话名字的备注是 W， 我才接起对方就挂了。我有些好奇，却看到了接下来对方发来的一连串信息。如烟，你明天还能来吗？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，真的好想你。我不想一个人睡，我好难受，为什么我们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？我想了好久好久，你就算不给我名分也没关系，但你一定不能不要我，我真的好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你给我找的工作我会努力上班，我知道你因为父母不能和他离婚，我们慢慢来，我们一起挺过难关好不好？句句皆是真情，字字都是真爱。柳如烟洗澡出来时，我还呆呆地握着手机，他一把夺过手机，匆忙地瞥了一眼，开口道，阿谦，你和他还在联系？我起身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不止联系，你还帮他找工作，还和他还睡了？你冷静一下。我又怎么可能冷静得下来？愤怒冲破理智，我歇斯底里的叫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柳如烟，你怎么可以？你说过我们要重新来过的。柳如烟任着我叫嚷发泄，她的神色变得愈发冷淡。阿谦，我说了不会和你离婚。魏峰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这件事，我会慢慢处理好，这些日子我并不比你轻松。他说，你别逼我了行吗？我们又陷入了冷战。他还是跟之前一样，每天都回家，一切没什么不同，但我们却没有再多说一个字。那天我不舒服，跟学校请假，提早下班，打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车祸，我手臂断了，额头被划伤，流了好多血。我给柳如烟打电话，想让她来接我回去，可电话却一直打不通。直到我手臂打上石膏，她还是没有接我的电话。我放弃了，自己打车回家。回到小区时，我远远就看到了树下抱在一起的那两人，柳如烟红着眼眶，魏峰则怜惜地抚着她的脸，两人旁若无人，吻得难舍难分。甚至我走近了，他们都没能发现。魏峰边吻边含情脉脉地看着他，他马上要下班回来了，我得走了，对不对？柳如烟沉默了一下，没说话，只是狠狠地扑在他的怀中。我默默地看着，明明身体很难受，内心却出奇的平静，再没有那晚打他一拳的冲动，甚至可笑地觉得自己好像言情小说里横在男女主之间的恶毒男配。他们爱得那么难，都是因为我。6年前的柳如烟会主动向我表白，
鼓励着我怎么不勇敢一点。六年后的柳如烟心疼着她面前另一个委曲求全的男人，甚至分不出一丝眼神给出车祸的我。这么久以来我一直舍不得一直死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是炙热天气那个猝不及防的初吻，是双向暗恋的甜蜜，是大雪纷飞我放弃一切奔向他，是他对我说阿谦我们一辈子不分开。而如今这些所有的画面终是被泼上了一桶又一桶难看的红油漆，再也擦不掉了。仰起头没有泪，突然觉得呼吸从未像这一刻一般畅快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所谓放下，所谓不爱，真的只是一瞬间的事。那天晚上我和柳如烟提了离婚，她怔了一下，眼底闪过一丝欣喜，很快又恢复过来，换上一脸的不耐烦。你别闹了行不行？是你要死要活不离婚的，现在又要做什么？她大概以为我只是在故意找茬吵架。我抬头看她安静道，你不想离吗？她没有说话。我忍着身体的不适继续道，你不想和魏峰正大光明的在一起吗？这句话似乎成功激怒了她。好好离呀，你愿意我高兴都来不及。只是顾静谦他看着我语气不带一丝温度，你别后悔。我怎么会后悔？我后悔的事已经够多了，只是很奇怪，我一直以为柳如烟是比我更想逃离这段婚姻的。可是在几天后我将离婚协议书交给他签字时，他却迟迟没有落笔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他扔下笔，表情有一丝烦躁。我点点头。我和柳如烟的财产其实很简单，房子车子都是他的婚前财产，我们有一些积蓄但不多，我只要这些积蓄的一半。他没有理由不签字，可他却足足花了三天才签好字。一个月后处理完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我和他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。顾静谦真正到了这一刻，他反而没了之前的剑拔弩张，只是再三和我确认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离了婚我们就再不是夫妻了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他又问。我突然觉得他的样子很好笑，他大概以为我是在欲擒故纵，是在打着离婚的旗号密谋着什么新法子来影响破坏他和魏峰的感情，所以对于我突然同意离婚反而惴惴不安。可我是真的不爱他了，真的想走，一刻都不想再留。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我就离开了，那一天也是下了好大的雪。柳如烟打电话来，居然说要送我。不用了，我只有一个箱子，就是三年前来的时候的那个，我一个人拿得了。可他还是来了。火车站里我等着检票，他则默默站在一旁，他的手机响了很多次都没有接，最后直接关了机。我想作为出轨的一方，如今我痛快离婚，他和魏峰可以毫无阻碍的在一起，他心中对我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。来送我也许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愧疚感减轻一些吧。检票时间到了，我推着箱子向前走，他突然拉住了我。我回头，到了家告诉我一声吧，他轻声。我摇摇头拉开他的手。柳如烟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从此以后就当从未相识吧。说罢我就头也不回的走了。站在站台上，漫天飞雪中一切好像都重置了。三年前我带着满腔的爱意和孤勇，拎着一个箱子独自一人来到了这里。三年后同样的车站，我扔下了所有的伤痛和不甘，还是独自一人离开了这里。这次我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以为知道离婚的事爸妈会狠狠把我骂一顿，谁知他们谁都没有说我，只是把我接回家让我好好睡上一觉。那一晚我睡了许久以来最好的一觉。我换了个新发型，丢掉了旧衣服，从头到尾焕然一新。那些不要的旧的东西全都不要了。我的专业是小学英语教师，但询问了本地的几个学校都暂时没有空缺，也没有招聘计划。好在隔壁的一个姐姐要出国，而她目前供职的公司急缺一个英文文书，她便推荐了我去。于是我便先在这家公司入职了。这是一家民营企业，做外贸生意，在全国有不少分公司，我所在的也是其中一个分公司。公司氛围很好，周围同事也很友善，公司定期会举办员工文娱活动，并且定点帮扶了一个附近的山区小学，这些都是我感兴趣且擅长的。三个月来我在这家公司本是过得很开心，谁知老总经理因为突发疾病住了院，出院后因为身体情况退了，公司又新招了一个总经理。我从未想过这么快就会和柳如烟再见面，而且他还是我新公司的总经理。如果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叫做再遇出轨前妻还成了自己的上司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也许最适合现在的我作答。可是潇洒辞职或是快意报复的桥段终归只是在小说中才会有。爸妈如今都已退休，我不可能再任性辞职让他们来养我，而我除了教师再无其他工作经验，再找工作的不确定性也高，起码当下我是需要这份工作的。其实对于柳如烟来这里工作，我除了有些意外倒也没什么别的感受，毕竟我这个岗位和总经理接触的机会几乎为零，这么大的公司甚至平日里碰都碰不到，所以我依旧平静的上班。我妈由于担心我会沉浸在之前婚姻的伤痛里，这几个月一直积极的帮我张罗相亲，我为了让她安心便都去了。只是她网撒的太广，有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奇葩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倒也给生活带来了一些乐趣。这天吃午饭时，我和同事林凯在食堂聊天，他问我最近相亲怎么样，我叹了口气笑道，昨天见了一个，知道我以前是英语教师，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？什么？他说想考个在职研究生，问我能不能给他免费辅导下英语。我靠，林凯一个没忍住，饮料直接喷了出来。正好一行人从桌旁经过，其中一人顿了顿脚，这都什么人哪，哈哈哈哈哈。林凯笑完又感慨，不过呀，连顾静谦你这样的都离婚了，真不搞懂现在女人的要求有多高。我笑笑喝了口汤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，我懂。林凯啧啧两声，白米吃过了就想吃糟糠，他突然静了声。我不明所以的看向他，结果他已经紧张的站了起来。柳经理好。我顺着他的视线看上去，四目相对，他的神色有些惊讶也有些复杂，估计也是没料到会在这里遇到我。林凯拼命用手拽我，这么多人看着我便也站了起来。
你好，柳经理。他愣了下，旁边一群人也都跟着打起了招呼，周围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，想在上司面前刷存在感的大有人在。我拉了拉林凯，两人端着餐盘从另一侧走了。那之后我没有在公司里再遇到柳如烟，同时我还收到一个好消息，市里开发区要新开一所实验小学，已经将教师招聘启事挂了出来。一周后公司又安排了一次去山区小学的慰问活动，我刚来时参加过一期，同事知道我有教师经验，便这次还推荐我去，只是我没料到柳如烟居然也来了。学校的孩子们还记得我，一个个顾老师顾老师叫个不停，我很开心，给他们发了零食，上了英语课，带着他们玩老鹰捉小鸡，我做老鹰，一个女同事做鸡妈妈，出了满头的汗，正累得不行，想要喝水时，一直在与校长交谈的柳如烟突然走了过来。累了吧，我替你一会儿，他对那个女同事说。女同事受宠若惊，木木地点了点头。四目相对，我转过头对后面的小姑娘说，你想做老鹰吗？小姑娘眼睛放光的喊响，顾老师去喝点水，这些宝宝就交给你了，要保护好他们哟。说吧，我就笑着对孩子们挥了挥手，去了教室。教室里没有人，我坐下来，太阳穴隐隐有些作痛，之前的车祸撞到了脑子，只要刮风下雨天，我脑袋就会隐隐作痛。我没带止疼药，自知这个情况肯定是坚持不到下午了，于是给林凯发了个信息，说我不太舒服，问他能不能帮忙开车提前送我回去。林凯很快过来，开车将我送回了市区医院，结果病都赶一起了，医生诊断还有急性肠炎，需要输液。我不得已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让她带着我这几个月的病历本过来医院一趟。爸妈很快就来了，忙着给我各种交费拿药。我躺在病床上，闭着眼输液，输液是挺嘈杂的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睁开眼，却看到一个人站在我的病床前，是柳如烟。林凯说你在这个医院，我有些担心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林凯是送我过来的那个同事，没这个必要吧？我诞生，柳经理。柳如烟手中拿着一张病历纸，脸色苍白的很，好像他才是个病人。刚才你睡着的时候，病历被人碰到了地上，洒了。我捡起来，他走近，红着眼眶，手死死抓着病历纸，颤着声音。那天他艰难张口，你和我提离婚的那天，你出了车祸，他的手在抖。我伸手接过了那张病历。若是以前的我，或许会满腹委屈怨恨，斥责他的狠心。可现在，我对他早已无话可说。你是因为埋怨我，所以提离婚吗？不是。我的内心平静的宛如没有一丝波澜的湖水，是因为不爱了。柳如烟，我直视他的眼睛，重复道，是因为我不爱你了。出医院后，我在家中休养了两周，柳如烟又来了两次，当然连门都没能进得了。几天后，公司工会送来了很多补品，我知道这是柳如烟的意思，也许她后知后觉，想要弥补出轨对我的亏欠吧。上班前一天，我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，顾静谦，你要不要脸？离婚了还想着办法纠缠如烟。后面则是一大串不堪入目的话语。这个号码我还挺熟悉的，爸妈在厅里喊我去喝排骨汤，我删掉了短信，反手将这个号码拉进了黑名单。第二天上班，我才知道魏峰也来了这里，原来柳经理居然结婚了。茶水间里，林凯偷偷和我八卦，上周柳经理的先生突然来了公司，还给每个部门送了水果。他压低声音，感觉就是宣誓主权来了。昨天秘书处那边还有人听到两人在总经理办公室关上门吵架，说听到男的一直在说你为什么还要关心他什么的。我还听说呀，柳经理的先生本来就是第三者上位。他吃着瓜子继续道，柳经理原来结过婚，他和柳经理一个公司，小三上位，原配还去公司闹过，听说当时闹得可大，公司都开了他，结果还是段位高啊，原配各种挽留，柳经理还是离婚了，听说也是前不久才和他结的。好像柳经理离开原公司也是因为和他结婚后周围非议声太多，所以才换了公司，结果刚巧咱们老总经理病了，就被外派到咱分公司了。他啧啧两声，果然男人不坏女人不爱。我笑笑没说话。下班后我没直接回家，隔壁部门大姐帮我安排了个相亲，对方来公司楼下找我，是个大学中文系老师，姓孟，叫孟鱼。结果我才到停车场，就突然被人拉住了胳膊，回头是柳如烟。他气喘吁吁看着我，目露关切，你回来上班了，身体都好了？我愣了下，还没来得及答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一个怒吼的男声，紧接着柳如烟拉着我的手就被一个大力扯走了。这不是顾静谦吗？魏峰笑盈盈地搂着柳如烟的肩膀，好久不见。柳如烟脸色僵硬，表情不大好看，听说前一阵子病了。他话中带着浓浓的讽刺，怎么以前的法子不好用，离婚后开始扮柔弱了？魏峰，柳如烟沉声，你在说什么？顾静谦现在是我公司的员工。员工？魏峰一下子笑了起来，那可真是巧，我还是你以前公司的员工呢。你公司现在这么多员工，就他体弱，就他戏多，你忘了他以前是怎么想各种恶心办法阻碍我们在一起吗？他就是想方设法重新吸引你的注意力。魏峰，我冷冷地打断他，麻烦注意你的言辞，我和柳如烟已经离婚了，和你们没有一点关系，我并不想见到你们，也请你们不要来招惹我。我走近一步，你如果非要招惹我，我不介意像以前一样把你们做过的事让这里所有人知道，你知道的吧，我是做得出来的。魏峰呆愣了一瞬，似乎觉得不可思议，拔高了声音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我才是柳如烟现在的法定丈夫，你有什么资格？我以前是她法定丈夫的时候，你不也没皮没脸的贴上来了吗？我冷笑一下，怎么如今位子换了，忘记自己以前说过的话了？魏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，抱歉，请问你们找顾静谦有什么事吗？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好听的女声，我转头，是我的相亲对象孟鱼。不知为何柳如烟的脸色陡然变了，是孟老师吧？我问，他点点头，对，
还有事要处理吗？要帮忙吗？我摇摇头，笑道，没有了，咱们走吧。身后的魏峰似乎还要上来说什么，但是被柳如烟拉住。我没再理那两人，也没再看他们的表情，径直上了梦鱼的车。经过刚才的狗血事件，我对这次相亲其实已经不抱什么念想了。虽然梦鱼是个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的人，也算是近来相亲对象里品质最不错的，但是看到刚才那一幕，我想任何一个女人都会介怀。这种事情本就是随缘。想到此，我由衷道歉，今天让你看笑话了。谁知他倒是不以为意，对我笑了笑。其实介绍人说你的情况时，我那时确实好奇过，你这样的条件为什么会离婚，甚至还胡乱猜测过。但是看到刚才那些，我倒是觉得不奇怪了。那种婚姻不离留着过年吗？他一席话说的坦诚又幽默，瞬间将我的尴尬都化解为了无形。我其实也许还没做好准备，敞开心扉进入另一段感情。我实话实说，正常，他说道，但还是要对生活有信心，毕竟天底下忠诚专情的人还是有的。比如你眼前这位，事实证明和中文系的老师吃饭还是蛮有意思的，他可以随时引经据典，把一些枯燥的事情讲得有趣。而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我在公司也听到了不少柳如烟和魏峰的留言，其中听到最多的就是魏峰天天来公司接柳如烟下班的事，盯得可真是太紧了。不过倒也可以理解，自己就是公司内部小三上位，好不容易转正了，当然要捍卫主权咯。那天柳经理不过是和业务部的小张一起下班，结果小张差点被那位用眼神杀死。嚯，小张我记得有女朋友啊，误会吧？可不是吗？听说两人后来又吵起来了，我默默地听着，突然觉得有些好笑。那时我爱着柳如烟，死活不愿离婚时，他们二人同仇敌忾，爱得要死要活，将我视作真爱路上的绊脚石。因为我的阻碍，他们越挫越勇，甚至不惜违背道德伦理也要在一起。可当我耗尽爱与执着，真正退出了，爱得如此热烈的两人，居然又走回了我当年的老路。那个对爱情自信满满的魏峰，也变成了如今的难看模样。也不知这是不是他们当时想要的生活。柳如烟以工会的名义，定期给我送了几个月的各种补品。这件事终于也传到了魏峰的耳朵里。一天晚上，我加班整理材料，下班时刚好和柳如烟在公司门口遇见。他似是犹豫了下，还是走了过来。最近还好吗？我沉默了下，说道：“你可以和工会说，不要再送补品过来了。”是我个人送的，他说怕你不收才说是工会。我叹了口气，柳如烟，你又是何必？我只是想，我想补偿，如果你真的对我有一丝愧疚，就请再也不要打扰我的生活了。他愣在原地，人呐，真的是很奇怪，明明当年爱上别人的是他，一直要离婚的也是他，如今却又对我这个前夫没完没了的补偿起来。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不用看都知道是谁，顾静谦。魏峰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，冲上前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你出车祸怎么了？这都多久以前的事了？你出车祸是你活该，你当时要是早点答应离婚，你根本就不会出车祸。婚都离了，还拿出车祸的事故意招惹柳如烟，让她愧疚，玩欲擒故纵是吧？你以为你的坏心思柳如烟看不出来，我还看不出来吗？你怎么这么恶毒呢？说着，他抬手一拳就要打过来，我本能去挡，结果有人比我快一步，住手！梦鱼抓着他的手，冷声道：“啪！”梦鱼反手一巴掌，直接扇在了魏峰的脸上。魏峰愣在了原地，柳如烟也愣了：“你打我？”他捂着脸，愣愣道：“你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想打就打。”梦鱼淡声说：“打你还需要选日子吗？”魏峰风度全无，张牙舞爪的就要扑过来，柳如烟一下子拉住了他：“够了！”柳如烟涨红着脸，不想继续胡闹下去。我静静的看着柳如烟将大吵大闹的魏峰拖拽走，只觉得很唏嘘。他现在的模样，可比当时我的模样要窝囊的多了。转过头，我看向梦鱼，不好意思，每次都让你看到如此难堪的一幕。谁知他摇了摇头，默默伸了个大拇指出来：“我打得很过瘾。”他一脸开心的说：“那晚的事，多少还是传了出去。”同事开始看着我窃窃私语，甚至连林凯都来问我是不是和柳经理以前认识。我想了想，还是什么都没说，毕竟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后面的日子平静了许多。实验小学的教师录取通知下来的时候，我写了辞职申请递给了公司。柳如烟的电话很快打到了我的座机，我第一次去了他的办公室。柳如烟手中握着我的辞职申请，低着头轻声说：“如果是因为魏峰，放心，他不会再来找你麻烦，你不用辞职。”我摇头：“和他没关系。如果是因为我……”他抬头：“阿谦，我以前做了伤害你的事，我最近其实想了很多，我只是想弥补。”我叹了口气：“柳如烟，离婚的时候我可能有些话没有说清楚。”他愣了下：“没关系，我在此认认真真再和你说一遍，我们的感情历程中，我一直是为了我们放弃所有的那一方，你没有放弃过，得来的太容易，所以不珍惜，很正常。而我为了你到底放弃了什么，你也根本就不知道，也不会懂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为了你来到陌生的城市，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，我为了你而来，能依靠的也只有你。你说的一辈子我当真了，以为是永远，所以你违背誓言时，我才会那么不能接受，那般疯狂地去挽回。可你却为了和魏峰在一起，想尽办法推开我。在这场三个人的长久拉锯中，我早就耗尽了对你的所有爱和执着，我至今也没办法祝福你们，也不需要你的愧疚和歉意。我只希望和你们永远不见，也希望你们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。”我说完后，柳如烟低脸着眼，沉默了很久。
最后，他抬起头，眼睛泛着一圈红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离开公司后，我去了实验小学入职。我又重新站上了讲台，从事着自己喜欢的教育事业，每天都过得很充实。我和孟雨以朋友的形式先相处着，两人聊着聊着，居然发现原来他爸和我爸退休前曾有一段时间是同事。林凯时不时会和我联系。据他说，我走之后，柳如烟在公司又做了半年，便调回总公司了。而我最后一次见到柳如烟和魏峰是在海南。放寒假时，我打算带父母去海南休假，正巧孟雨和父母也每年都去，便商量了一起走，正好可以去那边凑一桌麻将。也许有些冤家就是路窄。我在海滩边戴着大草帽买完无人机时，居然又看到了柳如烟和魏峰，两人应该也是出来玩的，但脸色却都不怎么好看。你为什么要加他的微信？柳如烟语气无奈。魏峰，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？我要给他付款，加一个微信不行吗？你根本就不想陪我出来玩是不是？你想甩了我是不是？魏峰的声音已经带了哭腔。你想像当年甩掉顾静谦那样甩掉我是不是？半晌，柳如烟才说话。顾静谦不是你这样的，我这样的，我哪样的？魏峰的声音已经激进歇斯底里。我告诉你柳如烟，你想要找其他男人和我离婚，门都没有。我没有继续往下听，因为孟鱼来叫我了。四个老人喝椰汁上瘾了。他笑笑叫你过去呢。不远处蓝天白云下，我妈正戴着大墨镜向我高兴的不停挥手。阿谦，你爸爸给你开了个大椰子，快过来喝。我笑笑也使劲向他们挥了挥手。来了。